台湾新总统马英九，他今天到高雄的政修大学展开了感恩之旅，感谢有这个乡亲支持，让他能够成功连任。好多民众都挤进礼堂，想要跟总统来一张合照。一身正式西装，马总统精神非常好，还没说话，大家就忙着鼓掌。台湾，谢谢。腼腆的笑一笑，看来心情也不错。总统今天可是要来好好的感谢大家。我们的支持者、各位干部，来深深的一鞠躬，表达我们的感谢。好，我们向前，来一鞠躬。谢谢，再谢谢。选举已经过了两个月，马总统可没忘记大家的支持帮忙，就算很忙还是要抽空来个感恩之旅。果然乡亲很捧场，一大早就来了上千人，把礼堂挤得满满满。总统的好人缘让大家抢着合拍，本来是五个人一组，但马总统大放送，一个一个来才够亲密，让大家都好开心。别照相花去不少时间，但马总统还是坚持要照到最后一个人，亲和力啊还是这样始终如一。记者古新张国胜高雄报道。